的队友是谁？印象里最深刻的队友，我印象里最深刻的队友其实挺多的啊。咱俩不需要，这都是给贾乃亮这种弱者准备的。咱们俩不需要。但你要说非单指一个的话，应该是天亮。怎么也。原因应该也就他能够跑得比我快。其他人呢？那都不行，都不在话下。嗯，运动员嘛，世界冠军比我快点这我还能忍，其他人要是比我快了，这事儿我就真忍不了。我们对你的回答不满意。不满意。如果让你当猎人，你最想抓捕谁？天亮。我跟你怎么仇怎么冤。抓其他人。找到了。谁呀？你其实等会儿我得打量的。没有什么成就感。我要是猎人啊，我要真是猎人，哪一期我都盯着他抓，先第一个就把他灭了。如果让你做伪装者，我高兴死了，真的，我做梦都想做伪装者，都想做内鬼，但不知道节目组为什么就一直不选我，真的，从第一季我就一直做梦都觉得伪装者应该是我。结果不是我。祝你好运。如果我要是做伪装者的话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找得出来我。陈哥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相信你一定不是那个伪装者。真的不是我，你要相信我。他们一定会选一个看上去最不像的伪装者。因为我是一个完全心里想的跟面部呈现的表情是不一样的两种人。我是一个特别稳当的人，所有人都会相信我。嗯，我肯定会成为一个最成功的伪装者。如果被发现了，如果被发现，不会吧？挂呗。完了，那还能怎么办啊？被发现了，自己就挂掉了呗。但我不会害别人。嗯，我要不要带着红花一起去？可以，必要时把它当牺牲品。啊？会选择在节目中放弃吗？我觉得只有一种机会可能会让我放弃，那就是让给别人，我可能才会选择放弃。保他们的安全，保他们的平安，全来抓我吧。如果不是要让给别人，要把机会让给别人，我应该不会放弃。参加全员加速和旋风孝子不同有哪些？旋风孝子跟全员加速中都是真实的我，只不过是一个是慢的我和一个是快的我，一面是在父母面前的杜淳，一面是在朋友面前的杜淳，两个都是真实的我，但只不过表现的一个是慢，一个是快，一个是动，一个是静。沈梦辰跟宋慧乔，您会选择谁？你猜，我会选谁？全员加速中，第二季，
马上4月29号要重新登陆我们湖南卫视。第二季跟第一季区别还是很大的，但是我们保留了第一季观众喜欢的紧张刺激感，第二季加入了我们新鲜的队员，带入了很多娱乐和笑点，让你们和我们一起，大家能够在节目里玩起来。也在这里祝我们全员加速中第二季能够录得顺顺利利，播出的时候能够收视长虹，希望你们能够真的喜欢。如果你们喜欢，马上没准8月29第三季就来了。